见到呢？你两个人上前好好叫醒妇人。遵命。请佢过嚟问话。大婶醒来。哦，我还当是嫂嫂夫传，虚受一惊啊。大婶不必惊慌，我家小牙来请你过去问话。哦。小牙来又嚟，大婶又嚟啦！你有冇见到有只白兔响你身旁躲避呀？哦，白兔啊！大婶是个受难妇人，鸡不来狗不近嘅，何曾有见过只白兔呢？哦，不原来你未曾见过咩？大婶吓？我本来呢就不应该为一只兔而向你苦问穷追的了，怎奈我有金批玉箭，是在凋零之上啊。小牙来，你找不到只白兔就梗是找不到之令箭啦。所谓兔在则箭在，兔亡则箭亡啊嘛。啊，大婶，听你谈吐温文，一定是上好人家来的，点解你接竹蓬头响井边打碎呢？小妇人正是生来命苦，一言难尽啊！大婶啊，你睇下你对鞋穿咗窿啦，你仲着？小牙来啊！大婶好命嘅，真系仔都有你咁大个啦。一直痛啊！Thank you.
仔又叫咩名啊，大嬸？我个仔啊，我个仔就系叫做咬齿狼啊！吓，咬齿狼？系啊，奇啦！一梳白眉长，用口白啲长，你中啊名称咬齿狼。吓，咬齿狼啊！啊，咁啊真系奇噃。点解同名又同姓？听到我眼光光啊！我最怕人哋话凄凉，大婶嘅往事无用讲。你夫投军在九州地，我正是九州岸府嘅二郎。我回去禀告爹爹，待你把俘虏寻访。人来，大妈。那童子究竟是谁呢？公公，那童子是九州岸古之子，人极聪明可爱呀、啊。唉，三娘啊，人哋有儿骑白马，三娘有子在一何方啊？你嫂是贪杯做下面，快入和房。守住嚟门，亦无大碍嘅。
Thank you.
向你推衣送暖谢，旧时谁家妇女呢？客官，老汉不要金，不要银，我只要问一句客官，从何处而来呢？老伯，乃从汾州而来呀。吓？从汾州而来？客官又几时回去呢？来时之来，去时之去。